能出个牌子就不错了，还出个手镯。玩手镯，这是不是裂？裂也不影响到这里的嘛，不博那边，博这里。手镯还是有点难的，断口料，断口容易生裂。黑石头啊，黑石头出好货嘛？什么价？这个6000。真的，这个是亏本的。你怎么亏？你告诉我，有点白了。现在是哪有在这个价6000？我都没有给你说多少了，其他地方的没要不6000。石头你也知道那边的情况，有点水头肿的话看不出来，但是这边是断口，断口已经长新皮了。石头应该是有2节，只剩下1节了。他们有时候挖出来就只有1节，另外1节可能被别人又捡走了。1000块嘛？啊？1000块吧？你看，不是说。你就1000块，就1000块嘛，这样吗？2000吗？别2000了，真的。你看，一般这种黑石头压根这种泛黄的话，我感觉底子好像不是太干净，所以说呢，价格不能太高了。这种就随便玩一玩而已。随便玩一玩的话，这个你看，你多大全口都是一样的嘞。哎呀，1500吗？你别2000了，我也别1000了，一人退一步嘛。啊，一刚刚好起的。1234567891013。这么大的一个。15。一条手镯就才1500啊。出不出的还不一定呢，能出个牌子就不错了，还出个手镯。想的太多了，看又去。这个地方也是裂的，那沿着这条裂吧。这种东西不会裂进去的。哎，我气你个鬼哟！每次都这么讲，切开以后又不管。一刀。你长的时候你咋不说呢？是啊是啊。活着人心说。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。你运气不好啊，不是我运气不好，你看这里发黑的地方看到没有，水墨仔，水墨共生，宝马1500，还给我。那你切都切了呀。哎，切到水墨怎么对？要退钱的，按规矩来。这个不要了，这个是你拿回去吧。送给你的了。送给我干嘛？我拿都没用了。你看，来来，是不是？这发黑的地方是不是？感谢1500。